这次这应该好好谢谢你。谢我干嘛呀？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啊。是你救了大伙的命啊！要不是你，我们姐妹俩就死在那儿了。哎呦，咱俩能不能不这么客套啊？哎，对了，早上啊，我妈还来看你了，你在休息，我就没叫你。是吗？她说，那三个犯罪分子啊，都抓住了，你放心吧。真的？太好了。 你以后能不能不这么拼命啊？还疼吗？不疼了。那个，对了，我可警告你啊，以后不许耍我的约了。你要是再当警察抓什么犯罪分子，我可真生气了啊！走吧。 喂，孟星，在忙吗？啊，我正在给一批新进的波斯局除虫呢，怎么了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问问你是不是很忙。我想，如果你不忙的话，就出来喝点东西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下午挺忙的，刚接了几个酒店大堂的订单，可能确实有点忙不过来。那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啊？ 要不然再约吧。小雨，你听我说，不，孟星，孟星，你听我说，我现在很担心你，你知道吗？担心我？你有什么好担心我的？我担心你这件事情这么做的话会很难收场，而且我心里也不好受。要是没什么事儿，就先挂了吧。 哎，别，等会儿，那个，啊，对了，八音盒，你把八音盒落在我车上了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你很喜欢听里面的音乐，是吗？什么？八音盒？对，八音盒。要不然这样，你如果不忙的话，我现在给你送过去。啊，好吧。好，好，待会儿见。 哎，蒋总啊，你要出去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？啊，刚才董事长来电话，说让你陪他。跟他说一下，我现在有事要出去，有什么事儿的话回头再说。哎，董事长，这个蒋总要出去，你看怎么办啊？给你走。好啊。 给宁总投配着什么的特长啊，王总您，哎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把这个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。来了，八音盒呢？在车上呢。啊，给我。上车再说吧。 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呀？就是想和你出去坐会儿，喝点东西。啊，对不起，我还忙着呢。小月，你现在难道连一句话都不愿意和我说了吗？以前我们可是无话不谈的，就陪我坐一小会儿，好吗？ 去了，我让你掉链子，我让你掉链子。
倒霉呢？我每次骑这破车，他总给我整出些花花样。这不，又断链条了。那咋整啊？还能咋整？送修理部呗。哎，我来给你拖。咋拖啊，姐？交给姐啊。木真姐，我请你喝咖啡。嗨，别，我还要送花去呢。嗯，那这样，你呢先送花，待会儿等我电话。嗯，行吧，一会儿电话联系。不见不散啊。好，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小月，你是不是不太舒服？啊，没事。啊，你要是哪不舒服的话，就和我说。啊，走，走吧。小心太金，你坐这儿吧。想喝点什么？先生你好，有什么需要的吗？你这里有没有那个凌霞玉炉的阳澄酒啊？有。多少钱一瓶啊？3800一瓶。3800？嗯。3800就3800，拿一瓶。好的，您稍等。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挺好啊。开心吗？当然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嘛。先生，您要的酒来了。打开呗。等好。